惊蛰是24节气之一，一般落在3月5号或6号。惊蛰也被称之为白虎开口日，一般呢民间都会在这一天呢祭白虎化解是非。因为说到这个白虎的话呢，它是口舌跟是非之神哦。其实每一年都会在这一天呢出来觅食，凡是触犯的人都会呢就是遭到小人在这一年呢兴风作浪，阻挠前程发展，引致百般不顺。祭白虎就是想说，我们今年里面呢，驾车路上呢，都出入要小心，走路路上也要小心。有些人呢，他今年的运程呢，小人很多，所以他有些人今天呢，他们来祭白虎，顺便打小人。祭白虎呢，我们建议他们呢带有猪肉、鱿鱼、鸡蛋呢，叫做三生礼物啦，来祭白虎。还有金有银呢、啊、拜好白虎的时候，我们跟虎爷公讲了，说有冲犯他了，所以来拜他，拜了好金银给他用，上身给他吃，就把那个猪肉呢放在他嘴巴过三次，鱿鱼也是三次，鸡蛋也是三次。惊蛰在这个季节里，自然万物复苏更新，象征着新的开始和机遇的到来。在这一天，也是招贵人的好时机。让我们一起保持积极的态度，改变自己，从而拓展社交圈子，吸引更多的贵人关注与支持，让我们在事业和生活上更加的顺利。